我真的觉得很高兴，因为这一次其实在最后一天之前，我知道我自己有三杆落后，但是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会赢。我在赛前的目标其实给自己的定的是前十，那最后不但达到了前十，还赢了冠军，就是很出乎意料。也就是很谢谢大家，可能你们没有在现场看我的比赛，但是我知道你们也有通过网络或者是电视在支持我，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够继续支持我，谢谢。